宋人啊，资章甫而事诸乐，乐人断法，人生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啊，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渺孤叶之山，汾水之阳，杳然丧其天下焉呐。宋人资章甫而事诸乐啊，就是卖这一个官呐，啊，阴官啊，阴台官，要到这个乐。这个宋人为什么卖阴官呢？宋是阴之后，啊，是商人之后，所以到乐人。那乐人的断法纹身，哪里需要带你这种官呢？啊，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之政，他觉得他有很大的本领了，往见四子。那这个四子啊，许攸、聂缺、王倪啊，这个披衣吧。渺孤叶之山啊，汾水之阳。那结果呢？杳然丧其天下焉呐。那王先签约。自失其有天下之尊也，如果照前后文意的话，恐怕不仅是自失其有天下之尊，乃至于就是他所治天下的这一套本领，那么换言之，就是。我们世间的这些种种的工业、种种的本领，对于这个神人而言呐，都是不重要的，啊，都是无用、无所用之，啊。那底下就要讲无用之大用。我们一般人都看重是有用，啊，比如我们现在所看重的，啊，我一再说的，啊，知识啦、才艺啦。金钱啦、啊、成就啦、啊、生名声啦、啊，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这边更进一层讲的，是这个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的本领啦、啊，岂不是伟大的本领吗？那庄子的意思说，连这个都要忘掉，无所用之，这个才会得到人生的究竟。这话其实有它的道理，有它的道理。所以说讲的这么极端，哎，是这样，这有它的道理。生命的究竟的这一个真谛，或者真正的感觉到我们掌握到一种心灵的本质的时候，他是都不去看这些事情，他是回到人性最深处的地方，不是从这个外面看的，不是从外面看，所以。庄子就是要讲的这么极端，让我们知道说，要这样子才能够认识到人性的深处，人生的究竟意义。但反过来说，请注意啊，他这个地方干嘛老提什么尧啊，谈这个，什么？望博万物以为一世，岂乎乱呢？他不是不管政治，他要讲的是一个政治的究竟意义。认为人生如果达不到究竟意义，政治也达不到究竟意义。那么庄子所以说衰世之书也不是偶然，前面前序也有讲，尤其在衰世，人更有这个感觉。庄子属战国之士，看到这些战国七雄打打杀杀。能成就什么？到最后还不是老百姓受苦？这个儒家称颂这个尧舜之治，可是三代的这个政治，难道老百姓真正的就有福吗？相对有福吧。其实我们越多的研究也知道，也不这么，也不进来。老百姓的毛病不动也多了。三代以下就不必说了，是不是啊？儒家很努力的维持一个局面。那我们今天把这个中国2000年政治骂得不行了，
当然今天或许是骂过头了，但是总之就是我们世间的政治毛病多了，懂意思吧？这句话讲到底意思就是我们世间的政治、世间的人生毛病太多，你要不真正的彻底下个决心啊，超脱之的话，你就是跟他无穷尽的纠缠下去啊，所以他要把这个东西能够解脱出来啊，这个就是这个庄子的究竟的厉害了。那么惠子谓庄子曰啊，魏王这一个为我以我大户之种，我庶之臣十五代，以称水江，其坚不能自举也，口之以为瓢，则户落无所容，非不萧然大也，吾为其无用口之。就是惠子跟庄子讲啊，惠子是什么？惠施是梁国的宰相啊，地位很高了。梁国是何许国呢？梁国差不多就是当时的美国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美国，全天下最强的国家啊，就是等于是这个地位要比美国国务卿还要高一些，因为王不那么管事情嘛，宰相要管所有的事情，美国国务卿比较只管外交，所以这个何等的地位啊！啊，跟庄子讲，魏王以我大户之种啊，给我一个这个大户瓜的这个种子，我庶之臣，十五代，以成水江，其坚不能自举也。那么这个我收成的时候啊，它能够有五担大的容量来装这个水煎，它煎不能自举也，结果呢太大了，一装就破掉了，口之以为瓢啊，把它瓢成瓢呢，户落，户落就是它太浅了，阔落平浅不容多物，因为太长了，这怎么装东西呢？这个舀水不好舀啊，非不浩然大也啊，这边念成萧，两个字的不一样，雪教，这有的时候有些音哈不一样，这个前先这边的那个叫做许教反，我查过以前是念浩，这边去注成萧，两种音，不知哪一个对啊，可以再查一下吧。萧然，萧啊，对不起，是念萧，萧，对不起，是应该念萧，萧，这错了，怎么奇怪？萧然，非不萧然大也，错了啊。非不萧然大也，虚也。他不是说他不大，吾为其无用而剖之。我因为他没有用，把它打成两半，剖开，把它剖开了。那庄子说：“夫子故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均守之要者，均裂，手不会均裂。世事以为。”平辟矿啊，就是洗衣服啦啊。客闻之，请买其方百斤，具足而谋曰：“我世事为平辟矿，不过数斤。今一朝而欲计百斤，请与之。啊”我们世世代代啊，就是我们全家族靠这个洗衣服过日子啊，不过赚这个数斤啊，这个。今一兆而逾百金，那这个钱很多了啊，请与之啊，你给他。那克得之以遂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东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啊。因为这样他冬天打仗手不会皲裂，那当然打对方就容易打赢了。
啊，对方手很痛啊，打不过他啊，所以就大败越人了啊。或以风或不勉于平僻光，平僻旷则所用之一也。今只有五旦之户，何不虑以为大尊？啊，虑是这个节，节在旁边。浮于江湖这么大的，那就可以把你扶起来了。忧其户落无所容，啊，你怕他这个太贫浅，啊，很难装水。这夫子犹有朋之心也。朋就是曲短而不畅，啊，趋势，啊，朋者短而不畅，所以，那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等于文学性的讲前面这个有用跟无用的问题，就是逍遥遥的这种道理，就我们世间来看是无用的，好吧？啊，既不能让你升官，也不能发财，甚至不能教你怎么治理一乡一邦。更不要讲我们一般的记忆了，对不对？可是他说是什么无用之大用啊？这个无用之大用呢，哎，一般人不了解啊。就好比说这个不均手之药啊，我们俗人只能拿来洗衣服，这个聪明人可以拿来封这个封侯了啊，裂土封侯了。那这个当然不一定封侯了，也就封之，就是得到一个大的一个贵族的位置，啊，那这个五旦之湖，啊，之户，就比喻这一种逍遥游的这个道理，啊，这个是无用之大用，啊，这个就你真懂的人啊，就可以让你的人生整个有所不同，啊，不是在那只是洗衣服而已了，呵呵，这个比喻的这个不难明白，啊，你忧心这个，夫子犹有朋之心也。那么，啊，惠子问庄子曰：啊，吾有大树啊，人谓之疏啊。同样，这个大本臃肿而不重神墨，其小之卷曲不重规矩，一之徒降者不顾啊。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是吧？我有这么一个大树，惠子说你这个话就像那个东西啊。惠子也很聪明，啊，说大本臃肿，不重神墨。那，所以大的这个干啊，是也没有办法把它做个柴，栋梁之柴。小之卷曲，啊，不重规矩啊，要把它做一个规规矩矩也不行啊，放在路旁边，这样子不顾。啊，木匠不看你，你的话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啊，就是惠子的话，惠子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本领是可以当美国宰相的啊，你呢，就是没用的东西啊。庄子说，子独不见这个离心乎？啊，悲身而服，以后熬者啊，这个。这个离身啊，像这个野猫，离大概就是毛茸茸那种小动物啊。它悲身而伏，以后熬者，要的这个翱翔之物要想要抓鸡抓老鼠啊。东西跳梁啊，不避高下啊。这当然比喻惠子，意思就是说你呀，啊，就像那个想要抓鸡抓老鼠那种野猫或者那种。像小黄鼠狼那种东西啊，嗯，不梨有很多，还果子梨也是一种梨啊，不一定是黄鼠狼，就是以前人不像我们现在讲那个梨就是毛茸茸的一个动物，不一定是哪一个东西梨，我以前查过这个梨很有趣，我们现在比较固定，常常是果子梨一样的东西，反正这种抓小动物，就你就像那种。野猫啊，这种梨啊，是这个事情。东西跳梁，到处跑，不避高下。为什么？为了权威，对吧？为了成就。结果呢？终于击毙，一不小心就终于击毙啊，死于亡谷啊！你们这些做宰相、做大臣的，一个搞不好就杀身了祸。事实上是如此，对吧？金服这一个犁牛。
其大若垂天之云，岂能为大夷呀？啊，不能直数。说这个犁牛，大若垂天，天上垂下一个云，又用垂。庄子很喜欢用垂天之云，其若垂天之云。所以庄子做这个七元律不是偶然，整天坐在那里看云，是吧？看天上的这些啊，乘风乘云气，欲飞龙啊，他喜欢精神境界。金服这个犁牛，极大若垂天之云，岂能为大也？不能直数，不能够抓老鼠。意思你们那种象业，其实就抓老鼠的意思啊。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啊？你觉得大树没有用吗？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这庄子会写文章，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后来大家很喜欢用这几个字，就是描绘我们的心地。我们的心怎么样呢？心在一个好像什么都没有的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丝毫无止无终啊！不是真正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是说没有任何我们在那里想要费劲去求去拿的东西啊。它可能有山有水啊，有这个有花有草，啥都有，有云，但就没有我们那个就是去抓的东西，听得吧？在那里拼命想要悲身以福以后熬着，什么抓鸡抓鼠的那个东西啊，不会有像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策啊，这个彷徨于这个无为其策，彷徨在那里啊，他用彷徨这两个字，爱怎么走怎么走，哈哈，无为其策，逍遥乎醒卧其下，就在这个大树旁边呐、啊，彷徨逍遥啊，不要抚筋啊，不要筋抚，物无害者。因为无用嘛，所以也没人会对你有兴趣，无所可用，也没什么东西会来伤害你，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没用就没用，挺好的，真的是吧？讲这个人生，其实我们如果做人能够学这个道理的话，不管你成就的高低，不管你才智的高低，啊，不管你这个境遇的好坏，怎么讲？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你有什么好烦的？老烦自己的才能不能够为人家所赏识，对不对？老烦自己的这个所成啊还不够看，别人不能够欣赏。老烦自己的技艺什么才艺不够，哎，这个叫做什么？悲身而福以后熬者。然后一不小心，当我们这样在世间追求很多事情的时候，一不小心又怎么样呢？啊，终于击毙了，因为我们整天在那里东西跳，两个比高下，对吧？想要抓这个拿那个取这个，伤身，也害了自己的心。我们知道，所以我们的心要在这种无所有之乡，广漠之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顿。你一旦有所抓有所求，一定要这样要这样的，嗯，是求不得的。这也是我常跟诸位讲说，要把世间的这一种啊才学、知识、技艺、成就、名利，一律看到第二义啊，甚至于更下，嗯，人生第一义绝不在那个地方。如果当我们还在把人生第二义当第一在那追求的时候，啊，你就会像这样子的，啊，忙得个要命，其实你常常终于击毙也不知道，底下就会讲人，其实人的心啊，常常都被各种机关锁住卡住。所以我以前是客气跟诸位讲，人这些一般我们世间所看重的事情都是第二义，对你追求第一。庄子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是排连第二义都算不上，听明白？这是会让我们伤身害志的啊，害我们心的东西。事实上是如此。我那以前还是客气讲，也不能太客气。我客气讲的原因是说，你真知道人生什么第一义的时候，第二义其实束缚不了你啊，它只是帮助
帮你在这一个世上啊过日子，帮助别人的一个工具。这样明白这个意思吗？但诸位不要以为第二义就可以独立了，第二义是不能独立存在的。你如果人生只懂第二义的话，你人生是毕竟苦，究竟是没意思的。不好意思吧？这边教我们的是人生的第一义，究竟义。那真正懂这个事情的时候，懂得越深，真的就是世间的这个成就独得失啊。如碧玺，如浮云，这个击毙会伤你，会伤你，何苦来沾染？不必了，真的不必。你放得越开，其实越好，放得越开越好。所以说我这样子无用无用，我是不是真的变得无所谓的活不下去了？不用担心，你总有活路的。只要你。怎么说？只要你还有气质，还有个力气，对不对？你总有点活力，总有个法子。到了都已经反正也没力气的时候，也活力也病人要活不下去了，那就死吧。可是你在配合前面的部分啊，配合前面那一段说那个要凝神啊，要什么？就到死也气神灵啊。对啊，所以就不会没这个没有那个问题。啊，逍遥游。讲完了，没问题。那我问一个问题，哎，就是说老师鼓励年轻人有这种庄子的思想吗？当然。刚刚第一、第二义，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刚刚大学毕业的一个年轻人，他从小就读庄子、老子，所以他也不求问答，然后就当一个保全，然后就这样子做他喜欢做的事。老师鼓励这样。不是，你要先懂这个意思的时候，然后你该做什么做什么。每个人该做的事情是有命在，好吧？你懂的这个意思，就是人生的这一种追求，其实是害了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没好处。你不要执着它。那难道这样子，我有妻子就不管了吗？有父母就不管了吗？我周围人病苦就不管了，庄子并没这么说，对吧？周围的这一些，好看、好听、好玩，对不对？各种有可以有这样那样用途的东西，我就一律秉绝吗？庄子也不是这么说，他只是说，你要懂得人生的无用和大用的这个根本意义。其他事情顺其自然嘛，谁跟你说你一定要去保全的？假如你就只该做保全的那个才能跟那个命，你就去做吧，对不对？假如你不该呢，那你就不做吧。是做保全都还会升官呐、啊，是你神明啊，这东西。其实我跟你说了，讲白一点，一个年轻人真学会这个道理的话，你现在的事情会做得好十倍，听懂意思吗？而你不执着，会好十倍。我从小学这个道理，我不是什么特别聪明的人，我今天还能够有一些这个所成，因为懂了这个道理。我跟诸位，我跟一般人不一样，我从不烦恼大家烦恼的事情。大家烦恼的事情，我从不烦恼。我跟我学生讲说，我就是我机械系毕业嘛。我就跟父母讲说，我大学毕业了啊，你们以后不用担心了，我现在可以做我想自己要做的事情了，我就赶紧考历史研究所。那我读了历史研究所了，我就想说，我出来有个书教就行了，有一碗饭吃就好了。我根本也没想到说要留学或要出国，我刚讲，我从来不想这种事儿。然后这些事情就是莫名其妙一路掉我头上，懂我意思吗？不是我想，不是我求来的。掉你头我的事情都掉来的。我有很多人家很羡慕自己，都要自己来，但是我从不求，懂吧？顺其自然。老师已经累积实力了，自然有进步了。
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去求的，顺其自然，人要在人的究竟。而且坦白说，因为你成神灵，我还做不到这个地步。庄子这个境界很高啊，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到那个还得了？他的事情，任何事情做比一般人好百倍啊，是吧？是这样的情况。那他该到什么位置，该留什么就不在什么地方啊，而且他该走就走，该留就留。当宰，该当宰相就当宰相，这个国不能待了，这宰相做不了就不做。该当君王就君王，底下应季王了，你懂意思吗？庄子不排斥他做君王的，这是命，这有命在。我们每个人当总统，该当总统当总统啊，真不能当。该当清道夫就当清道夫，也很好。该收少水就收少水，真不可以，不可以啊，无所谓啦。谈什么？心量大的人。老师的意思是说，要照自己的实力去做事，要不要强求？也不是说照实力，一切顺其自然。不顺其自然，那都不是人生的根本意。人生的根本意，那会没有目标？怎么会目标呢？人目标比一般人会强十倍、百倍。因为你才懂得人生的真谛，不到一般。对，一般人都是小目标走不远，懂吧？小目标很快就卡住了。你学到这种道理的时候，你的目标是与天地同流的，它生生不息，永远不衰的。听懂意思吗？嗯。现在学儒道学到深处的人，他所想的问题都是整个文化文明。从有这个人性人生的这个根本跟长久的问题，生生不息，懂吧？永久不衰，不论任何处境，物不能伤之，确实如此，懂吧？物莫能伤，一般人烦恼的心根本不烦恼。那这种人跟一般人相处，人家会说你就大话连篇，就像一个会师吗？刚开始会。刚开始会，但所以你少讲。啊，我现在讲经嘛，平常也不必讲，有什么好说的？平常顺其自然四个字，啊，连顺其自然都不必讲，一句话都不必讲，这是你的人生就这样过日子就是。该吃饭就吃饭，该洗锅鱼就洗锅鱼，这禅宗的典故。该吃饭就吃饭，该洗锅鱼没什么好说的，什么也不必说。所以那个会字是骂说你。大而无用，众所同去啊！你拿这个道理跟他讲的时候，对啊，因为前面的惠子跟庄子讲的这番话，魏王啊，以我大夫之种，哎呀，说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用啊。当然，惠子跟庄子讲也是因为这个惠子已经多少风闻了庄子的一些讲话，有点要这个批评他。啊，讽刺他的意思。那庄子回答，啊，庄子在骂他。庄子很聪明，就是说，哎，你呀、啊，这就像那个洗衣服的那种啊，人没见识，对吧？你不知道我这个本领是可以，啊，照你们那个标准来讲，啊，是要这个裂地啊，可能封侯啊，这个封贵族，封一个大贵族的，对吧？照你那话讲，那。那惠子再跟庄子讲说，你们这种话其实我听起来大而无用，众所同去。庄子就是说，你这种做宰相就这种道理，其实就像那个世界上的人啊，像那个野猫，像那个狸，整天想要抓点老鼠，抓点鸡，对吧？一不小心自己就人命都没有了，啊，就什么意思嘞？他是句句呼应的。他跟惠子是什么关系？两个好像很交情很好哎，老是这样斗来斗去。因为据说是好朋友，惠子常找他聊天。据说，这可以再考据考据。不过好像一般是相信他们是朋友。这两个都是当时的绝顶聪明人啊。惠子是还讲这个惠施辟物，他讲明学的，他讲认识论。
讲认论讲得很深的地方啊。下一步的这个齐物论就是博这个慧师的那个认识论，慧子齐物论是因为墨家或者一般所谓的名家啊的这个名学是古代里头非常高明的一种认识论啊。那认识论就是去分析我们所认识到的东西，或者说我们的知识到底它的基本性质是什么啊。因为人的一切种种离不开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他去分析我们对于事情的认识到底是什么，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齐物论中国古代最高明的这个认识论，惠子呢是名家的这个，所以说是高峰了，啊，庄子把他给驳倒，厉害。所以后来名家就衰了，名家衰，结果中国后来就比较不重视这个逻辑学。有人说很可惜，因为西方人亚里士多德这个逻辑学发达，那逻辑是西方科学跟哲学的根本。今天诸位的大学里所学的一切东西的根本是逻辑学，是名学。那中国的名学古代非常的发达，后来给庄子给驳倒了，驳倒之后就不发达，大家都学庄子，这个境界更高，不用而大用学，这个有用没用谈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教一般人的时候还是说，世间所看重的事情，且做第二义，要认识根本义、第一义。我倒没有完全的驳斥庄子的话，讲得更极端一点，连第二义都算不上。这话也对，从究竟上来讲，连第二义都算不上。人生没有办法透过逻辑、透过明学、透过世间一切东西得到解脱，解脱不了。啊，人也得不到人生的真谛。人生的真谛不是那样可以获得。那庄子是高，庄子高，但是事情都有两方，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跟诸位讲说，这些事情且说第二义看，你也可以尽量学，用心学，啊，学好有它的用处吧，啊，但是不管大用，不管人生的究竟之用，所以人生还是要懂人生的第一义跟究竟，这样明白吗？大家还有没有困惑啊？有问题可以尽量问。真明白了，我们心就解脱了，就开心了，就逍遥了，懂吗？就不再那么烦恼了。学了久了，心就真正的逍遥，没有就整个从世间的一切烦恼解脱出去。你自己都不能从烦恼解脱，你还救世？你救的是人家不跟你一起烦恼，懂吗？就世间的政治都这么回事，世间的政治就自己一堆毛病，想要这个解救世人，毛病更多。毛泽东就这样，毛泽东要解放中国人民，他是本领很高，他自己毛病很多，解脱不了，你懂吗？大概更糟糕。邓小平也一样，这就成就世间的事情，但是烦恼更多，越搞越烦，越搞越苦痛。老师，这是不是避免以天下为事？这就是 BBA 一听的故事，不能 BBA 一听的故事。我倒不是不看懂毛泽东、邓小平，我讲中国近现代史，花很大功夫讲他们的所成，听过我那个课的人都知道，我可是仔细分析他们的每一步骤的厉害的啊。但是那都是第二义，不懂根本义不行。我还很懂毛泽东、邓小平，可以详细讲，仔细讲。但只是 BBA 一听，我不懂根本义不行。那有录音了，有兴趣听我的那个《中国近现代史》录音，我详细讲他们怎么回事。你没有兴趣可以听。哪里有啊？你网站？哎，我那《中国近现代史》那个，把它放到网上好。哎，可以放，可以放。那个《中国近现代史》把它放网，你们去听，按照各讲一讲，我可以放，无所谓了。放网，我虽然将来会看能不能把它写下，先放吧。无妨，哎，对我来讲都无妨。跟你诸位讲。我压根不看重世间的这些得失成就，我不是在求这事。
见了一次吧，看很久，就回中国来，中国听才来说，可以看很久。你就说这个草稿啊，中间还有很多，加一个就是中间草，中间可能还有一些错误要订正，先供大家参考。有没有兴趣可以看？嗯，没有名词。有啊，我本来我不是有个这个网站，就这个网站继续放这个网站，啊，中国近现代史从这个明末一路讲到今天，嗯，你们兴趣可以听，有录音，帮我放一下，我放也有它的好处，所以道理是很多方面的啊，就跟这个天地的道理无所不包，无所不覆，啊，古人讲道理就庄子也是这个样子。天地之间什么道理都有，也都有它的这个重要性，但是要懂它有根本，有究竟义。就人生来讲，儒释道三家讲透了人生的根本究竟。那诸位说，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印度教、回教，那又怎么说呢？啊，印度教比较复杂一点，印度教。很多地方跟这个佛教也类似，也有不同的地方，不详细说了啊。那我有一门课有讲，你们有兴趣，我将来可能放上去讲印度教的事情。另外一次时间，我们印度教怎么讲？下一功夫研究就能讲，能讲一点啊，不在这讲。你们有兴趣可以看我那个东西啊。那这些一神教吧。一神教不是在跟你讲人生的究竟意义，他一言喻之，跟你讲说，人是有限的，人是有问题的，人是有原罪的，懂吧？你要彻底的顺服，啊，你也不需要去懂得人生什么究竟意义，你就要懂得彻底的顺服，对，懂吧？在上帝面前彻底的顺服，一句话，你就乖了，你就自然就好，你也自然就越来越好。人最大的毛病就不懂顺服，就有了原罪，吃了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所以不必再去讲人生究竟义了，那么只是人的知见，还怎么究不究竟义，不必了，一言以蔽之，一个人顺服。所以登山宝训第一句话就虚心的人有福，谦卑的人有福，就要谦卑，就要虚心，彻底的谦卑虚心，那个教法不同。啊，那也直达人生的究竟因根本，直达车，通的。儒释道跟这个天主基督教最后讲的就相通，一样的，究竟一样，不同的面向讲，究竟都是一样，通通是跟你讲，世间这一切就别去追求，你们傻，你们呆，你们莫名其妙。你们犯罪，你们才去追求，听懂意思吧？千万别去追求，啊，只有追求人生的究竟意义，无执无着，爱人就是这样，无我而爱人呐。讲到最后就是无己而爱人，无我而爱人，圣人无己，智人无己，圣人无功，圣人无名，无我而爱人，人生的究竟意义就是这样，都通的，都是道。基督教讲都是一样的，只是因为在基督教来讲，认为人是做不到无我的，所以就不必了，没有那一天。在佛教来讲，一般人也做不到，只有佛做得到，我们哪做得到？做不到，是教我们爱人顺服的时候，听懂知道，究竟义无二，这也是人为万物之灵的可贵，很妙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讲的究竟是一样的。神明一神教还能够了解，因为他顺服是顺服的一个神。那个这些追求究竟义，他也讲顺服吗？不讲啊。所以他是讲东方不这么说，叫一乎天理。还是我们要去追求，用智慧去追求。他其实不是追求。是去了解。庄子讲一乎天理嘛，一乎天然之臭理。其实他也是顺服，他是顺服天然天地自然之理，他是顺天地自然之理，因为他不是一神教，顺天地自然之理，
佛教讲就是如来啦，怎么来怎么行，这就如来，没有我们世人的念头。这个就跟希伯来的古训，就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在那里思考就上帝就笑了。你以为你那个小脑子能够想出什么东西啊？你还真以为你能够了解这个世界上该怎么做啊？你就且顺着天地之理吧，且顺着，这希望你就谦卑在上帝的教训底下。在东方讲法，就顺着天地自然之理，这种意思吧，意思是相通的。诸位一定要认真认取这个究竟义。所有教人修行修道的都是这样子，懂吗？而且非常严厉，毫不假借，懂吗？不要跟我们讲说，第二义也有用嘛，我姑且姑且啊，那是说，这个你要正确以客观认识事情上的时候，我不能不跟你讲说，世间的这些事情有它的用途的，啊。但如果你不懂得究竟义的话，你是毕竟在那里苦恼烦恼，也没什么意义的，听懂意思吧？所以不要以为说，所以有的时候也不能不像庄子讲那么极端的，我就会说你们当第二义视之，就在那盘桓了，不行的，不可以在天的，只能在第一义，第一义都不能踏实，说这也是不行的，明白？就人生就永远在各种的纠缠烦恼当中。毕竟是苦难，毕竟是问题，绝不假借，绝不，这个现化非常清楚。这样明白就是，经上说的很明白，庄子这话讲得非常明白，对吧？所以你反复读读看，这个话讲得不清而楚。可以在世间上这件事情，在那留恋，在那纠缠，这样直达这个天的与天地间的相往来。那会不会有同学等于说，那这样我就什么事情都不想做？错，你这样就精神百倍了，你什么事情都想做，什么事情都有趣啊！天地都太美，太有意思，每样事情都有意思，明白吗？那只是你顺其自然。庄子写这种文章怎么会是没精神的？他的精神是一般人的十倍百倍。好，还有问题？那是不是这样就不仁呢？不必要，知足道的道理可以相同。这个跟人不人没有直接的关系，你的心量真的与天地相齐的时候，你自然就人了。错月落处子，心很柔软，不是没有感觉，很柔软，那也是一种春天的心。跟儒家的那个仁义礼智的仁，是相对于春天是同样的道理。可是春天是后五年。那讲到天气容易变化，每个地方的春天也不一样，也不好一律而看。不，一般而言，春天是因为阴阳之气在那里互相地善之际，所以确实才会变，一会热一会冷，一会雨一会晴，容易这样。这也无妨。就变化了，有变化了。这也无妨。人跟人像小孩子一样，一会儿哭一会儿。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不挺好？大家都觉得小孩子可爱，年轻人可爱，我们这些老人就不可爱。是这样。那如果说有一些亲情上的困境，那他也不会被束缚的。那只是说亲情好像也比起世间名利还是更高一层嘛。那面对一些伦理上的纠缠，当然它也是很大的化石，只是说
这一块好像也是人生重要的。你真知道庄子的道理，你学了他的本领，你的亲情问题就全解决了。你给他十分之一的本领，你的亲情的那个问题全解决了。为什么亲情伦理会有问题？这是因为人在种种的世间的情感的牵缠里把自己的绑住了。什么意思呢？亲情跟伦理往往给人最大的苦痛就在于，就是你不能说他不爱你，你也不能说他不爱这个家族，可是他常常会因为爱你或爱这个家族而把他自己绑住。他自己绑住的时候，他就把周围人连在一起都绑住，就大家绑成一团，听懂意思吗？要不要再讲一遍？这个亲情的伦理会，这家家户户都有的。他要不爱他的家人，他就早就离家不负责任了。这种有的时候他问题还不见得那么让人痛苦，往往让人就是纠缠，他又爱你，他又有很多的问题，他又也不能说他抛弃你，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好好的拥抱你，怎么办呢？懂吧？所以纠缠，你有庄子十分之一的本领，就都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真正的就听到了、看到了、感受到了周围人的一切的问题、一切的心思、一切的内心里面想说不出来的东西，你才知道人生是怎么回事，你才能够处理，才能够回应，才能感受，你才能感动，这才是真感情，而不是一些教条，那就整个活起来。大家明白吗？我们人自己心要先活起来，才能够处理周遭的所有的问题，我们的心都被一起捆绑住的时候，怎么处理问题？而我们大部分的心都是捆绑住的，听懂意思吗？庄子就叫我们解脱这种绑缚，整个人活起来了，你就什么都听得到、看得到、感受得到，下一步才能够让真情能够在那里流动，真情才能够有感受。那也只是那个有庄子那种修养的人能够往人家那边流啊，人家也不会回来啊，因为他们没修炼到那儿。你要先能够流啊，你去期待别人吗？对不对？我就说只能叫往下流啊。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期待别人是困难的，对不对？人就当然是期待自己。那你的本领越高，你这个周围的能量流动性就越高。对，但是就要准备应你那边说的反应。不是那样，那也不是庄子的道理。不是的。你才刚闻得了庄子的一些道理，就这个。不是，我说要有那个心理准备，人家不见得会留回来。有庄子那个聪明，他当然知道。都已经明白到这个地步了，世间事情一看都明白了，不用担那个心了。不担心了，人家不留回来。担心吗？底下都讲的，底下都讲，那什么好担心？你就知道怎么处理了。所以其实这也是一种良知学。你不要以为这个学跟良知学不通的。阳明的这个心思啊，阳明的心理就是沉阴气、御飞龙，懂吧？他这个心思何等的开阔，都明白，自然反应，自然顺应。所以这些道理都是相通的道理。你的心灵真正的解脱绑住之后，什么事情都明白，什么事情都看清楚，你才能够真正适当的回应。那对方如果被绑住了，你当然不会怪他嘛，更何况他是你的亲友，怎么好怪的，对不对？你心里更产生出这一种真切的一种同情跟感应，没啥好怪的嘞。如果真的做了，所以境随心转，一切要看我们自己心里的境界，境界高什么事情都能转，境界低大家绑在一起。所以为什么要大家就要诸位自己啊，我们自己要先修，一切要从自己的修身开始，自己修不上去，看什么都套套说的，修上去了什么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所以为什么修行的标准要这么高？因为世间的问题可不好解，对吧？讲起来可都是我跟你讲，千缠复杂，啊，不容易的。每一个家的问题都几十年，甚至于上百年，好多代累积的。那一个社会、一个国的，更是我们讲历史的，就是简单的讲说，为什么我们今天是这个样子？哦，一讲起来几百年、几千年的因果，我告诉你，哪那么好解？没那么好解。所以，如果不能够这个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啊，十五谷西风引入，沉云气，玉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怎么能够使物不辞力而年古熟呢？没那么容易啊。所以看这个文具的时候，不能用字面看。它都是一种譬喻。对。啊，庄子都是里面都是寓言。这是讲着一言一蔽之嘛，逍遥者明智人之心也，这是了解一个智人的心，智人的心是这样的状态。我们明白智人心这样的，就要读经来学习，让我们自己的心也要尽量接近这样的状态，你就解脱了世间的各种绑缚，心里得到这种大自然、大自在、大光明，啊，我们一呼天理，自然应物，各种问题。真要到那个境界，你也了解，知道意思吗？你修了之后，你就自然知道怎么回应对方的期待，啊，而且你才知道怎么回应对方的期待，因为你在这个无何有之相，广漠之也，因此你的心呢是丝毫不执着的，因为你丝毫不执着，你才能够倾听到对方的话语，比较能够最能够倾听的哈。一般人有点执着越多，听到的越少。越不执着，你就听清楚了，你也看明白了，你就自然知道该怎么回应。所以无何有之相，广漠之也之人呐，最能够回应世间的一切事情，该怎么回应怎么回应，知道这个意思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适当回应？我们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担心、害怕、恐惧，我们看不明白，听不明白。所以心要到无何有之相，广漠之也啊。确实如此，这也是形容一种无我、无名、无功的状态。不是说那个里面什么都没有啊，那不是去外太空啊，不是这个意思。光子心不是说像外太空那样什么都没有，广漠之也一片沙漠，荒芜枯竭，那有什么好学的？不是的，它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是整个天地都在活泼泼地。心地上下功夫，要求自己逍遥解脱，啊，所以如果你境界不上去的话，你就缺乏足够的仁德，听得懂吗？因为心思一开始用在自己身上，这跟儒家不一样，儒家一开始就是用在人伦身上，啊，就是人我是不分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里教这个。学问，诸位要以儒家为主，道家为辅。人是不能够离开人伦、离开人世而活，这是人生的根本意义。那么学庄子学不好的话，就一般人都说的比较不仁了，啊，自己解脱了，但是没有真正能够顺应天地自己去爱，天地自己当中有爱人这个道理，啊，
但学不好的人容易偏这一面。那反过来讲，学儒家学不好的人怎么样？学儒家学不好的人就是，很用心、很努力，想要照顾人伦、照顾这个人事，但是呢，大家一起绑在一起，一起痛苦，烦恼到不行。是不是个弟弟啊？啊？是不是个弟弟啊？那是一面，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样让人生能够真正的这个解脱，所以要儒家为主，道家为辅。讲到旧经义，很多地方可以通，又不是矛盾的，它可以通过来。照庄子这样讲下去，人不是就是一定不仁，没有这个道理。他印地王的大宗师，他胸怀宇宙，为什么是不仁呢？懂是吧？他其实这些思考的问题，这就是庄子的人嘛。他在讲尧的问题呀、啊，他在讲这个治天下的问题呀、啊，他在讲这个我们刚刚说必必焉以天下为事啊，惠子问题，他在思考政治问题，否则他在干嘛要思考政治问题？他一个人逍遥愉快去不就得了？这后半部都在讲政治啊，对，当然不是不，学不好容易那样。那我们一般人学习这个事情，通常境界不容易上去，所以就容易学不好。凡事皆然，所以有时候像你们两样学的时候，比较可以互同时学，知道说双管齐下，不要卡死在一边，淹死在那没用的，好吧？所以我大概从下学期开始。儒道两家一起教啊，以后再有时间再讲六祖坛经啊，再看到那个到什么适当时候，一步步来吧。再讲坛经，传习录我们讲了嘛，对不对？进士录我没有在这里讲过，以前在另外一个。我们还先讲伦弄，还在讲道家啊，一定时候呢，我们再讲六祖坛经。还有问题？有问题可以好好读经啊，然后实践。谢谢老师。